喂，大家好啊！睇一棵树，全部叶已经甩到干干净净，系嘛？咁咧，而家就春天啦，春天嚟啦。今日就四月九号啊，四月九号就星期二今日啊，星期二四月九号，2024年 ，OK。而家就9:30啦。9:30左右，朝頭早 ，OK， 朝頭早。嗱，依棵樹啊，到過一段時間咧，又翻嚟睇睇佢 ，OK。嗱，而家咁嘅狀態咧，拍啲恐怖片啊、鬼片啊，係嘛？驚慄片咧最啱係嘛？攞依個勁係嘛？咁咧到將來出翻曬葉咧，綠葉成蔭咧，就拍啲好嘅戲。OK 咁。